贵荣华，吉祥如意。还有我们2013年的甲辰龙年，富贵荣华的福袋，以双龙抢珠的吉祥图案作为主题。我们云林县是农业大县，把稻作图案融入于龙身，呈现物产丰饶的景象。龙珠的外围可以折起来的哦，搬起十道金光以后，就有浮雕的感觉，让福袋更加的精致立体。另外，我要提醒大家，福袋的背面有三个 QR code， 扫描第一个是云林币 APP， 第二个是要赠送给县民十枚云林币，最后一个就是2024北港艺术灯会的相关资讯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欢喜过年。